滴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。哎呀，大宝贝，你今儿挺兴奋的呀，你是不是想跟那帮小屁孩一块出去蹦蹦哒哒的？都过口了。哎，我说喇叭，你上次不是说要教这帮孩子们吹喇叭吗？赶紧的，现在那着啥急？早晚我都得教这帮孩子吹喇叭。林放，嗯，好多学生缺少学习用具，怎么办？咱们凑钱买吧。这可不是一个小数，就咱们几个，不吃不喝也凑不齐。那我想想办法。王林，看啥看？还能是假的？老孟，这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别记仇了啊！就是老孟，咱不说好了以后不提了吗？是，开玩笑呢。哎，老孟啊，你看，咱食堂炊事员反正好几个，我这人手不够，能不能再回来帮忙啊？嗯，真帮不了你了，我现在在学校啊教音乐课呢。教孩子们吹喇叭，没工夫啊。啥呀？你在学校不是搞后勤吗？能帮忙。后勤那是我业余工作，主要还得就吹。老孟，你回来帮忙，还是可以回去给孩子们教吹喇叭，就是帮忙重要。回来吧。不是我就不回来，回来也是个打杂的，回来干啥呀？打杂怕什么呀？打杂也是为人民服务啊。哎，你不回来打杂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就是，你看还是刘放说的对。那你那意思让我回来呀？回来呗。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！你看我没同意，你就定了。行，你看刘芳都同意了，吃饱了，浪费，还得吃。刘放，啊，呀，李红，哎，趁热。哟，什么呀？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哦。哎，李红，谢谢啊。哎，包子吗？看，那是给你包的，不是给大伙包的。怎么？快吃吧。有点烫啊！谢谢啊！哎呦，这都出汗了。白糖水。啊。白糖水怎么能给我喝呢？应该留给孩子。就应该给你喝。你那么辛苦。没事儿。以前家中就是对你那样，我真没想到，到现在最关心我的人竟然是你。嗨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以后啊，你想吃啥就到我家来。我给你做，你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啊。李红，你别这么说，其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贾正军是我的战友，他怎么对不住你，我应该替他补偿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恨他？我有什么恨的呀？其实我跟他没什么，就是为了雷小曼。哎，还真是个好男人。这谁要嫁给你可幸福了。哪儿啊？我一寻就得热闹，人崔丽丽到处找你呢。找我干啥呀？有事儿呗，你俩的事儿谁知道啊？嗨，她没什么大事儿，我这活儿没干完呢，她等会儿吧。哎，那，哎，那个，李医生，你可能不知道。崔丽丽啊，跟刘老师他俩谈恋爱已经好长时间了，你呀就别老跟刘老师套近乎了，要大伙看着吧不好，容易传出闲话来。不是，你说我跟他套近乎，什么意思啊？
你是说我勾引他是吧？不是，别喊他，啥好事啊？别喊他，勾不勾引的你心里有数，老孟离他远点就行。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孟大喇叭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，我一直想着跟我姑娘能过一辈子，我从来没想过再嫁。行，孟大喇叭，以后你不要再来了，刘芳你也不要再来了，省着让人说闲话，太过分了你！李红，对不住啊，李红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你干什么呢？你这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啥呀？啊，刘老师，这两天我都看明白白的了。看出什么了？你现在心思全放在李红身上了。啊，人崔丽丽对你是实心实意、一心一意的爱你啊，就差把心掏出让你吃了。你说你不冷不热的，你也太不讲究了。大喇叭，大喇叭，我不是劈了你，我不是你，赶紧回去，人崔丽丽等你呢。刘老师，来，我不能干了。消消气儿呗。刘老师，我是啥意思？我就希望你以后就别跟李红就搅和了。谁跟他搅在一起了？我只是想帮帮人家。帮忙不就帮出事儿了吗？你要想让帮他，没你让我去，你去啊。非常，我也为你好。坐小冰车这是啊，小点儿。啊，小黑板儿啊，坐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学生都没有学习用具了，不坐怎么办啊？最重要的是没有体育器材，没有体育器材怎么上体育课？刘老师，能不能不敲？我差点削着手。对不起，我来。谁用你？刘老师，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会做木匠活，那体育器材我来做行不行？行，你先给我做两个篮球。你这不还气话吗？明儿我挣钱，我出去买体育器材去，行吗？你先别挣钱了，这都是你该做的活，都变成我做了。我看着不像干，你不要干吧，消气儿了。哎，行，来，站那，我去洗手去。这活你就得我来。哎，大喇叭，呀，磕磕唧唧干啥去呢？这是连长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找我啥事啊？我求你帮个忙呗。那个，你看你这个亲朋好友啊，那个借本零用的，谁家需要做木匠活，你帮我联系联系呗。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个，我这不会木匠活吗？啊，我要干点零活，挣点零花钱。挣钱娶媳妇儿啊？娶啥媳妇儿？跟媳妇儿没关系。那个学校孩子们呢，没有学习用品了，我寻思挣点零花钱给添吧点。哎呀，老孟，哎，你这些心眼儿也忒好了，啊？行，这事儿，哎，你喇叭现在还吹吗？吹呀，我没事儿得吹呀。其实我吹喇叭比做木匠活专业。那这样哈，有这么个事儿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现在有这个红白喜事，有需要吹喇叭的，你可以去试试，这玩意儿来钱快呀。那我能行吗？那有啥不行的呢？不过你一人不行，你咋也得传上几个人，那五六个人一块吹。就有样了吗？那行，那找几个人就得了呗，是吧？对，那个那连长，那这事还得拜托你，啊，你这人交的又广，完你就帮我联系联系，谁家有活你钱不钱先小事，先咱把名望先创出去，行不行？行，那行，我帮你留点心。行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受累，连长啊。没事。哎呦，这大能耐自个儿没发现呢，找几个人。吹吧。
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回家都练没练到底？练了，练了。亚展，你给我说一遍，我听听你练没练。这咋？这是手咋摁不严呢？咋回事？手动了。手动上了。手动出来说，一会儿再考你啊！回家练了吗？练了，练了，把手搓搓。来来，你学我听。你回家练了吗？练了。练了就滴滴答答滴，就这一句。回家再给我练。你去。停！吃饭了吗？来时候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咋吹的一点劲儿没有呢？你吹。这次模拟考试的平均分是86分，我觉得不够理想，平均分应该在90分以上。几个重点的孩子可以再辅导一下，啊。哎，李红，李红，啊，哎，看谁叫我们呢？小贾杰，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。他改名了，叫李杰了。李杰？嗯，改姓了。啊，跟我姓了。啊，挺好。李杰。嗯，李杰比贾杰好听，是吗？嗯，我能抱抱吗？能行吗？能抱吗？哎呦，算了，有点困了，出来的时间也是有点长，累了啊。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好，好，哎，走了啊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走了，没事。真是不容易。谁呀？我，刘放。快进来！哎，没睡吧？哎，没事。来，进来。外面冷吧？来，快，先坐着去。呀，孩子睡了。啊，刚睡。来，我给你搬一下。不用。哎，别忙，别忙，我们就来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那个，我跟崔丽丽，我们大家给你凑了一点钱，你别嫌弃啊，拿着。这我不能要。拿着。我真不能要了。哎呀，拿着。哎，拿着。这是我们一点意思。不是，我拿着。拿着吧。李红，别哭了啊！不管有多难，只要有我们在，都能过去。咱不哭，啊，哭有啥用啊？咱们再找一个好男人。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？看看大票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吹喇叭挣的。拉倒吧，
吹喇叭还能挣钱？咋的？现在就有的发商的，我来雇我吹喇叭，我得给我钱。你给死人吹喇叭？那怕啥的？挣钱就行。我教几个小孩吹喇叭，然后谁家发上的就不等，老孟，你带着孩子去挣死人的钱啊？你自己去就行了，怎么能带孩子去干这个事儿呢？那以后不带孩子去就得了。是，你拿走吧，我不要了，这钱你拿走。不是，这里这钱你先要着，以后再吹喇叭我自己挣，不带孩子挣，行不行？行吧，你别跟钱怪不去。行吧，不是你怎么也不能带孩子去啊？你去，你看我这脑子没想到这些，拿着吧。哎，你也不容易，这下孩子们可以买文具了。立正，稍息，立正，都向我这儿看。给你的，这两毛的一毛，拿来，给你的，别整丢了啊，给你的，再给你，都装起来，你这下回带好队啊，给你了吧。给你还接手，还接。给你们钱高兴不？高兴。高兴就好。那个明天呢，还有雇咱吹喇叭的，还想去不？想去。妈妈说，明天我不想去。你咋不想去了？明天不是礼拜天，还得上课呢。上什么课？上课呀？那我还多一天少一天能咋的？给你钱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高兴还不想去？明天你跟你们老师撒谎，就说脑袋疼不上课了啊！我不敢。撒谎不敢吗？你们几个敢不敢？我敢。你敢吗？不敢。完蛋了，你敢啊？敢。赶紧撒一个我听听。哎呀，老师，今天我脑袋疼，明天不上学了。你看着没？都比你们有出息，跟小哥学一点啊！去吧，放学了，回家把那喇叭好好练练。走吧，明儿不许不来啊，小心点啊。别，刘老师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我带孩子去演戏去了。老孟啊，老孟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不许带孩子去吹喇叭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寻思给学校挣点零花钱，给孩子们买体育器材。就是不买体育器材，也不能带孩子干这个。别吊儿郎当的，不想干就走人。过几天食堂被别人承包了，到时候你想干，人家还不用你呢。哎，那个管理员，什么事？你刚才说食堂要承包了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谁说的？农场领导已经研究过了啊，到时候你也不用再打杂了。哎，那个。怎么个承包法呀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哦，那个管理员，那你看我承包行不行？老孟，这事你不能问我呀，你就问咱后勤处长，他说的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好了，谢谢啊。刘老师，你别嚷嚷，这是学校。我有个大事要跟你商量，我要承包食堂。承包食堂？啊，食堂要对外承包，我想包一个，行吗？你承包了食堂，我们都上哪儿吃饭去？啊，
还上我那吃去？那领导说了，现在吃饭人少了，管理吧比较麻烦，就包给一个人，然后呢往上边得交2000块钱，完剩下钱全归我。2000块钱啊？你挣得了2000块钱吗？刘老师，你真低估我了。我跟你说，就食堂那点事儿，我啥不懂啊。刘老师，这回我要挣钱，我挣下钱全给学校，孩子们缺啥买啥。这回就冲你这话，我也替孩子们谢谢你，真的。你咋总跟我唠个外头话呢？我是你的学生，我应该为你做点啥事啊，刘老师。我从来没把你当我的学生，你是我的朋友。你说啥？而且是最真诚的朋友。哎哎，刘老师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？你真拿我当朋友啊？啊？刘老师，你能拿我孟大喇叭当朋友，我三生有幸。我可以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你别再整这跪着一套啊！刘老师，你厉老师呢？看你厉老师没？没有。没看见啊？哎，包春花，丽丽呢？不下课了吗？干啥呀？不干啥呀，我今天啊，晚上想约丽丽出去散散步。哟，哎，够浪的。够啥？你说啥呢？啥叫浪啊？那叫浪漫，你知道不？我估计你是不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呀？是不是啊？谁说的？没谁说，那肯定没人追过你才这反应。好几个呢，那是我没答应。行行行，你厉害。哎，不许迟到了啊！丽丽，哎，丽丽，你这是喊什么呀？我刚才在里边就听见了。我今天晚上啊，想约你出去散散步。啊，不行，还要备课呢。别呀、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有个地方特别好。丽丽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傻呀？我过去吧，看见谁跟谁偷摸谈恋爱哈，我打心眼里头我瞧不上。现在明白了，人家那才叫聪明呢。得，现在也晚了。哎，是晚了，知青都回城了，就把你给剩下。说你长什么样了呢？稍微差不多的，也就刘放还差不多，但是他跟崔丽丽一直挺好的。哎，那你说我咋办呀？咱身边还有谁合适啊？真是哈，真想不出来找谁呢。哎。哎，愁死我得了！哎，就没一个好男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过去那么，我那么尊敬贾干事、贾股长，我万万没想到他是个骗子。行了，以前的事儿别提了。他不但骗了你，还骗了我。哎呀，你就想想将来的事儿吧，行吗？我觉得你啊，应该找个本地人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，重要得对你好，吃苦耐劳，对吗？对不对呀？哎，对。真对假对，你看。得，穿上了。哎，我活着呀。真没意思，
怎么就真没意思了？越是这样，咱越得认认真真活，好好活。对，好好活。以后常来啊，吃好喝好啊。来，没事，看你忙不过来了，分碟子。这叫自己动手，风吹足食。你这还不错啊，是吧？啊，哎，说现在就看见龟的孟大喇叭，咱以后叫他啥呀？叫孟掌柜。不是，那叫胖掌柜吧？胖掌柜，或者叫大喇叭掌柜。叫大胖喇叭掌柜。你别嘴的，整的不错呀。坐。哎呀，真会赶时候。哎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吃啥你们想吃啥就点啥。哎，有没有那个干豆角炖肉？有。哎，那天会不会时间太长啊？我们可饿了。不长，豆角提前泡好了，没事。我想吃炒鸡蛋。这臭小鸡蛋没吃顶着，还吃炒鸡蛋。我想吃老虎肉。行了，你把我吃了得了。你别理他们了，你自己忙你的去，有什么做什么。行，要不然他们没完的。那你们先喝点水啊，你们先喝点水啊。老孟，快点，我需要我帮张老孟。不，我先帮你。这是你的，回城。真不错啊。来来，哥，我可赢一把了，再来钱。是啊，啥白干的？不敢玩了，不行吗你？我可以在这喝酒啊！你小子喝酒来了，我赢一把了啊！随便给你玩，咱们就来。来，石头剪子啊，不，石头剪子屁事儿，走，来快点儿，石头剪子不，别喝，还赢一把，给赢了一把了，再来，还有几根儿啊？你别废话，快，石头剪子不，行了，有点菜咸淡，让自个调调，可能是，哎呀。吃好喝好以后来啊！催了，看都忙活了。行，不跟我玩。来，亮子，咱俩玩来。别理他，臭大粪。来，亮子啊！来，石头剪子布。你看呢？行俩啊！再来。布。啥呀？喝。全给人了，你。晚上到这就到家，放开。喝，你还没到。都忙懵了。要不然打一阵吧。别了。这都好多了，给我喝了一碗姜汤。哎，我过去觉得孟大喇叭这人啊，挺讨厌的。哎，我现在觉得他还行。什么叫还行啊？嗯？不是，就是什么呀？嗯，就是觉得，得。还行，就试试呗。不是，我吧没那意思。算了，其实孟大喇叭这个人啊，什么都会做，看着人也挺老实的。对，不是，嗯，这你说的啊，你也认可的。我没说，我就是说他呀，这人，就手挺巧的，也能吃个苦，能顾家，别的没啥。别相信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啊，变傻了，变聪明了，进步了。没有的事啊，得了，假惺惺的，试试就试试，能怎么的呀？嗯。包春花，你没吃饭吗？吃了，吃了，那你找你有点事儿。有事儿，那你坐说来。后沟等你。后沟等我？啥意思呢？要给我上政治课？
不是包顺华同志，你别老走了，完你还不说话，不是到底有啥事回家谈去？这天多冷啊，要下雪了，可能是。这天挺好。这啥天啊，挺好的。再走走。不是，可能是我饭菜现在质量不行啊，还是饭菜价定高了？谁呀？不是没人，你这老一惊一乍干啥呀？大喇叭同志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，挺好的。真假的？真的，真挺好的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超越同志关系的关系？就你说的是绕口令吧？你再说一遍，啥意思？没听明白。手，拉手！这个不是你大白天你干啥吧？不是你要干啥吧？你让别人看着以为耍流氓的，不是谁耍流氓？你应该知道咋回事，知道不？不怎么还上手了呢？你我这，你是不是那啥，要跟我那啥是不是？啊！你啊什么啊你啊？你是个革命家，搞政治的。我是搞伙食的，咱俩不是同路人，你知道不？你走你阳光道，我走我独木桥，咱俩别往后头碰，行不行？咱井水不犯河水，行不行？啊？来不来？你还上手了？哎呀，别出事儿啊！有点伤人了，是不？哎呀！春花，那个春花，大喇叭，春花。春花啊，春花，我知道我伤害你了，你把门打开行不？春花，你别生气了行不？你得听我说话呀。你说你刚才跟那说那句话，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。春花，你干啥呢？你至于吗？你这叮咣的，有气儿你把来，你往我身上撒来。你把门打开，包春花，不是你干啥呢你呀？哎呀，咋的了，春花？见人呀！好了好了，你别着急，我去跟他说。你跟他说呢？你放心吧。那个李大夫，我能进来不？啊，进来吧。哎，不跟他没事吧？一边去，他有没有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给他惹生气，他才上吊的。你还知道啊？你说你啊，蒙大喇叭啊！你说你从头到脚有什么招人喜欢的？这么多年了都找不着媳妇儿，都快成老光棍了。人家包春花这么漂亮一姑娘喜欢你，你还不答应？你有什么好的？我不是不答应，我不害怕吗？你怕什么呀？
都是搁你这给我造的谣，说我耍流氓，我不怕他说我是流氓吗？你到底喜欢不喜欢鲍春花？不敢喜欢。怎么就不敢呀？配不上人家这。你还知道啊？站好，表个态吧。如果鲍春花同志嫁给你，你能不能好好待她？她能嫁给我？你先说能不能？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能。看他，那就行了。行了，他没事了。嗯，你把他抱回去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我也不会抱啊。你刚才怎么抱来的？刚才着急忙慌的就是连抱带夹的就给整这了。那你怎么把它夹来的？现在怎么把它夹回去？春花，待会儿他真没事了。你说呢？春花，咱回去吧啊！我知道错了，行不？别生我气了啊！啊，春花，好了，别生气，快点，大点的，走走。哎呀，谢谢大夫啊！啊，谢谢。好好休息啊！哎，好嘞。等一切步入正轨，我就回去接你和孩子。非常的想念你们，亲亲。Yeah.
来的日子，你美丽绽放在我心间，年年月月天天。那一刻在梦里与你相恋，那一天在风中与你相恋，在爱情吻你温柔的眼，那一年在月光下抚摸你微笑的脸。